大家好，我又来了。现在来了意大利托斯卡纳著名城市叫阿雷索。今朝这沙发子呢，屋里向特别漂亮，我来等衲看一下啊。现在呢，首先看到是阳台，阳台在外头，现在夜里向看不出，拍下阳台，阳台。Turn off the light, please. 进来。进来，看这阳台，漂亮。这是洗手间。等等，客厅，搿幢房子刚刚吃夜饭辰光了解了一下，沙发质量有得700多年的历史了，700多年来呢。从来没破坏过，所以呢，房子里向物事基本上侪老化了。但是呢，这房子700多年的历史，非常悠久，还是基本上前三位我看到最漂亮的房子。上半场的马德娘哦，想到了这个布达佩斯一个沙发子，特别香，还有老老多多私家车的带回来嘛是。我这沙发子有的将近60岁了啊，所以有点么子真是，多少年数下来啊？一家死了都已经35年了，35年，得了啊！来看一下，这是睡在多少厅了？厨房间、厅，还有餐厅在得了一道了，都是厨房区。不是现在特别精致，不晓得为啥体，屋子呢特别有感觉。都是这台子，这样就来得切了。这样出去就更加的温馨。随后呢，这只楼梯，我估计上头好上去的人。是到哪去了的？那等呢，就是阿拉的房间了。那去找阿拉的房间啊！这是阿拉的房间。是不是住着非常温馨？我等太太睡觉。啊，真的就漂亮了，清爽。这城市叫阿雷祖，为啥子有名呢？有意大利知名的导演叫贝尼尼，拍过这非常有名的电影叫《美丽人生》《美丽人生》，我到斯卡交着奖。这电影就是登了这地方拍的取景，这相当于哪能讲法子呢？相当于中国的丽江嘛，但是帮丽江比起来呢，是要好交关啊，因为有些么子侪是保存了海，
玩一下你的手机去了。那确实挺慢，这是老么子？这老王竟然出来多少钟？加上，等等，这家每样么子噻，觉得，这两年觉得老有特色，这没小钉子，对吧？好，出来了。这是啥地方？这估计是啥地方？我是挖不进去了。啥嘛特别像，估计。这是门。哦，这我不晓得啥地方，估计也有点。往里跑。那就是跑的吧，好吧。出去，看来出去。有人看估计好长气。现在我就会放不上去了，因为质量嘛，用不上去啊。我觉得就只能抽抽啊。好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好了，那我嘞，基本上就这样了。那就让它静止舒服自我的，好吧？好嘞，走。非常非常漂亮，这样子。就是绝对是车钞票是等不到，那么今天就到这了，今天就到这了，明早阿拉再会。